喂，妈，哦，我前面拐个弯就到家了，领不领奶朋友？我啊，不领奶朋友就别回家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哦，领了，领了。啊，弟，马上就到家了。啊，好，拜拜。 你好，你要修车，哪里回来？我不修车。不修车？啊！不修车，你打我干嘛？下我一跳。我看你大冷天这外面修车，你不冷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冷，冷我就多穿衣裳了。哦，你为什么不租个门面房开个店呢？ 啊，门面房费用高啊，我在路边修车，是吧？雨我就嘘嘘，那没雨我就刷。哦，挺好挺好，是的。啊，是啊。还有什么要啥？我嫂和你结婚，我嫂和你结婚，我嫂和你结婚。什么？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嫂让你当我的老公。哎呀，我。 你小干什么啊？我不想做了。你往这话说的呢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嫂让你当我的老公。你小干什么啊？我不想做了。你往这话说的呢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嫂让你展示，假装一下我的男朋友。假装你男朋友啊？哎呀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这不俺妈一直替我找对象嘛，我就一直没找着合适的。她刚才给我打电话说，我如果再找不了男朋友回家的话，就别进家门了。这不我就。咋样？哎呀，你把我吓一跳！我寻我那徐玉成，你又跟我结婚？那个，我不行啊！你找别人去吧。哎呀，实话，我不是不想找别人，你看我这都到家门口了，咱俩就你一个人，室外环境。那你真是找错人了，我不合适啊！你看我天天这道上修车，能不能多找，可有脸上，是吧？ 你找个好人去，你找我也不行的。行了，别耽误干活，我得修车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不马虎的，我给你钱。哎呀，给我钱我也不去。5000块钱行不行？什么时候去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行了，好，走。俺记得。我得问一下，那个你在这附近城是不是？哦，就在这个城嘛。 我天天在这修车，那父母什么的不能把我引出来吧？应该不能引，你看你这修车弄个烈火画的，那么脏，他哪能引出来？那另外我去的话，我拿么算呢？到时候俺妈问你干什么的，你就和他说，你直接就买卖，修车的。啊，实话实说呗。嗯，我穿这样有表情。不得有劲，把这一插就行了，走吧。好，行，走。你怎么了？因为我听上这修车吧，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先了解一下这决定吧。好。恁爸叫什么名儿？刘大路。刘大路。那不认识。恁妈呢？赵春娥。叫什么名儿？赵春娥。 你是不是这广东打工三年？哦，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修的这辆车就是恁妈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咱妈的车？哈、哦。哟，我这一直知道他卖车了，我还真不知道他卖的什么样的嘞。那这样妹儿，这个忙我帮不了了，恁妈跟我都认识，帮不了了，实在抱歉啊。
没事呢，到时候你就看妈说，今天一直这样抬的上，太老长时间了。哎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怎么样吧，我给你加钱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你加钱我也不去。一千。我出去了，走。等会儿。那么我装你男朋友，这俩是不是得小点？要不比揭穿了多尴尬。我是不是可以留你啊？嗯。哦，行吧。哈哈。哎，小哥。哎呦我的妈！Zuerst lack ich in einem Ei, dann schlapp ich mich frei.